目前看到在立法院进行的是表决，那么主要就从11点开始呢，蓝绿甲级总动员。耶，等等，甲动是什么？常常在新闻上看到，又是什么新的梗？其实呢，甲动也就是甲级动员，意思就是强制动员。当重要法案或预算案在立法院要进行投票表决时，为了要求党员务必出席，会有甲动通知，而且会有公文呢。是一个政治术语，甲动、甲级动员、甲动表决都是在讲同一件事。那不出席可以吗？不出席的话也会是有处罚的哦，没到要罚钱，可能至上万，严重的话甚至会冷冻或开除党籍，各个党的规矩不太一样。那什么事情会发动甲动啊？像是很重要的自金区正所税议题就会发动甲动，或是各党为了确保提案通过，例如国民党甲动护送众选会人事案，民进党甲动提起中立论坛核案等等。但最后还是看人数表决啦，人多的占尽优势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啰。